金泰璃、南柱赫主演的25/21热播中，收视一集一集上升，最新一集以 10.9% 的高收视刷新自身纪录。近日 Netflix 旗下频道 The Soon 在官方 IG 上抢先公开了五位主演玩游戏的片段，大家吵吵闹闹可以看出私下相处气氛超欢乐。처음봤을때저는자전거를타고오셨어요그게처음인가응그게처음이었어너는이거타고왔잖아저는킥보드 작가님사무실에서만났는데작가님이한숨을쉬셨던기억이그리고보나가우리가그걸타고왔다는거에되게놀랐어충격받았어 저만매니저님이랑같이온거예요 한명은자전거타고오고한명은킥보드타고심지어주혁오빠책가방메고전책가방메고这段幕后故事也让粉丝都笑说，跟剧中的角色怎么好像挺符合的呀。